帅，偶像就是偶像。真的，给馄饨再来一个掌声。尖叫声。哎，真的。还有，我刚刚找到一个位置钻进来。哦。上，我就在点那个上，我就一下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我在看什么时候出来的。真的是那种第九 A 呢，又第九 A 太慢了。是这样子吗？在点上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刚刚尤其是这种放手，对，这是我小时候的一首歌曲。哦，现在再唱一个给我听。啊，他除了叫你放手，你还不放手？好，这个很好听。为什么不放手？没有让我失望，没有让你失望过。是不是很屌？这首歌当时那红遍大街，爆炸，大概距今也有20年吧，20年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吧，差不多。我小时候没错啊，哎，真的要再寄给那个坤达鼓励一下，因为他距离上次唱这首歌已经是20年前。屁，十年，永远的偶像，真的永远偶像，怎么这么久还终身偶像？对呀，没话讲，他出来那个一举手一投足，然后跟舞群的搭配配合。尤其是刚刚又跟 Julia 一首好歌曲，对，哇塞，真的那歌曲真是没话讲，真的是好累。你们两个人真的是，对，唱作俱佳，还可以。你完全是一个唱跳歌手。哎，如果你没有老婆的话，你刚那个这样子是不是会真的想亲下去？如果没有人的话，不是。主要是这样，最主要是没有人。对，因为你至少说像台哥，他是有人，他。我是这样，摸一下弄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没话讲啊？是不是没话讲？因为我跟你讲，有些时候到了一个演唱会快要结束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当然总有开始，总有结束嘛。那我们心情总是会有一种起伏。我要，你讲话不比一个人脱衣服来的重要。重要，他还会穿。讲的话一点都不重要，真的是这样。不过我是这样讲，我们一定要讲一下。嗯。从演唱会开始，百祥说要筹备这个演唱会开始，我跟 Kid 两个人其实是持反对的票，完全反对，是不是？没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两个人就不擅长，不擅长。对啊，而且我是会唱演歌，但是我唱演歌，你们要听吗？要。来一首。来一段，真的来一段，不行，这有版权。没管他的，先演唱会没关系，一段就好，快点了 ，Eric 会付了。版权 OK 了，不然大家集资嘛。别笑一段，哦，这是我们自己唱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好了，不要唱。但是我跟你讲，经过这样练习以后，然后我们大家一起群策群力，是。其实我刚练那个三位线啊。大概真的是练了2个半月，超久，快3个月。其实这个我完全对乐器一窍不通，没错。但是问题是，我觉得第一个我喜欢这个乐器，但台哥，第二个我喜欢上演唱会，对。第三个，我喜欢你们，太感动了吧 ？Yes， 台哥，我谢谢。Oh my heart， 你练，对，放手，我觉得我比较感动，是吗？下次你早点讲，我就练放手。你来练三回血，好不好？而且你这样出来，大家会以为是木村拓哉来了。哦，我出来，人家以为是志村健显明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可是台哥，你刚刚说很喜欢大家，那你会不会想在今天这个日子呢，跟大家来一张大合照？哎呦，这 Q 的好啊，很聪明啊，我说红舞，他整个点的莫名其妙，三年了，终于拉上台哥的话了。每天都在革命，对。他今天终于讲对一句话，是，我觉得真的绝对要来，太感动。好了，我们跟大家道个大合照哦。OK， 那怎么照？我问你是，阿德烈是还是烈？德烈，直接。哦，对不起，这边照的摄影师。哦，摄影师来了，好，我们应该要站下一点，站下一点，等一下，各位把灯牌举起来好不好？